你走到他身边来，没有，你不过来我就不过去了，好不好？走来，没有，你到中间来，你到这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他跟我说你好啊。哇，这走的好像杨幂，小小的，可爱啊！你谁呀？子安哥，忍住，忍住！哦，厉害了，郭碧婷吗？哎，厉害了，郭碧婷吗？感觉郭碧婷。我可能要放弃我期待已久的机会。对不起，你以为我就不恨你吗？你还不恶心吗？你放开我！好，欢迎碧婷，哇，今天是开始我们自己啊，走在这个澳洲的这个大街上，我们都觉得自己还蛮，瞬间觉得我们那弱爆。不能说我弱爆了，你没觉得今天不管我们跟任何一位嘉宾分成一个队，我们走在澳大利亚的街上都。都是个子比较矮的。好，又来了。身材好多。这什么？走得好帅啊！他这个发有点啊，有点霸气，霸气哦。熊黛林，熊黛林，熊黛林，是不是熊黛林？这个太帅了吧！不是，谁啊？不是熊黛林哦，看不清。张兰心，张兰心。期待期待期待，越来越期待后面的嘉宾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超哥啊，刚才看到每一位女嘉宾进来都这样的，开始这样，然后是像老年人这样。我看完之后，开心。考虑一下，超哥的年龄摆在那里了，真的不要再讽刺他了。没有没有，这里说还有谁是很好玩的？
还有谁？只差鼻血，这一大早就又走又是你的。哇！林黛林吗？哇！黛林，黛林。你当我们家属不管呢？快给我滚！哇，这个身高，哇！欢迎熊黛林，欢迎欢迎！哇，真的，黛林你冷吗？你别你别掩饰了，你把这墨镜摘了吧。怎么了？你那个眼睛在里面聚焦的那声音我都听见了。这最后一位压力应该很大呀。啊，最后一位，前面基调已经起得这么高了，最后一位压力应该很大。对他得压轴天心到什么样一个程度？对呀，来了。这个好像是，这走路的样子好像真的很像柳岩。柳岩，好像是柳岩的。哦，真的。不是，不是，就很像闫妮儿。谁？是闫妮儿。亚楠。祖然，你不知道的吗？他是从家花那儿来的。哎呀！哇，祖然自己带 partner。No！ 雷子！亚楠吗？什么，王祖蓝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铺垫。祖蓝，你在铺垫什么？我在铺垫。我喜欢的大长腿啊！哎呀，他跟我说你好啊，你谁呀？祖蓝哥，忍住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铺垫。你在铺垫什么？我在铺垫。今天是男人，我就觉得不要一组。亚楠不要一组。对，我也觉得是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什么分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导演啊。这样，我们现在没有经过节目组，我们也不知道规则。我们如果让你们每个人选一下，想和谁一对，我们从亚楠开始好吧？耶！太纠结了。没有关系，这回家哎，保证回家不打架，绝对不得罪人，你放心吧。回家不许埋怨。对，录节目吧，没关系的。如果我不是你丈夫的话，哎，如果让你再选一次的话，对。如果你不是我丈夫。我会选你，我会选你。哦，吓死了，我吓死了，真的有点怕。好，黛琳，黛琳。那我想这次啊。这一次，啊，我选鹿晗吧，选鹿晗吧。哦哦，哎呀，哎，超哥，我选鹿晗，超哥。啊！
这两个人，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很新奇的，我想怎么也是我们俩对吧？中间的一个，这是二分之一的机会，选鹿晗，选鹿晗。然后祖蓝，我真怕你负荷不了，因为那上次李晨背了我两个小时呢。你平时可以这样说，今天在我老婆面前不要说我负荷不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位蓝心，蓝心，你上一次跟我一起的吗？你觉得我负荷不了吗？上次是我背你。真的。我不应该问，我真不应该问的。好，下一位。何穗。哎，超哥你别喝酒了，搞得很紧张。超哥吧，超哥吧，选你了。哎，我选我了。超哥你得奖了。呀、好，刚刚虽然是你们自己各自有选分组，但是真正的分组还是在我这边。看这边你该说什么来着，你这个不公正啊。哎呀，是吧，是吧，是吧。祖蓝和李亚男一组，和李亚男一组。好，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想不到他们这么贴心哦。李晨和郭碧婷一组，郑恺和熊黛林一组。好，继续。陈赫，哎，和何穗一组。耶、yeah, ，怎么样？还有谁？我就想问一下。人家没选你、啊，人家没有选你啊，人家没有选我啊。对，那让我让他替代一下我。但在游戏的过程中，我们虽然不在一个队，我们虽然不在一个队。口水，口水，小心。就那边啊，我感觉到今天已经和口水流成河了。干什么？不要激动啊！现在搞事情了，怎么了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鹿晗和张蓝心一组。哦，我要保护你了。哇，那你真的……其实我也挺强。当叔叔有死你呀、啊！大侄女。